大家好，我是陈小绿。这个影片呢，我要开始实际的操作该怎么使用 WorksDBQ 古迹软体。接下来我们要如何把自己的素材丢进来？我们在这边选取，那我们先选03，我们选07。好，我们可以分别听一下两颗的声音。03的肉比较肥，然后07的皮比较有 punch， 基本上预设就已经是大鼓。我们拉一下我们的 MIDI 档。好，这种扁扁的有力道是我想要的，那我们就选这个吧，大鼓直接搞定。现在我们来做小鼓，87。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的。那我们有了大鼓，有了小鼓，我们现在来做 high hat， 听听看，直接非常嘻哈，你随时要更换音色都可以。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？好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WorksDBQ， 因为我们不定期的会更新音色包跟 MIDI 包。那有任何问题都也欢迎私讯我，或是寄信到 WorksDBQ 的信箱。